哎，稍等一下，让我听完最后一个旋律啊。哎呀，真的是受不了啊，这耳机实在是太赞了。如果你跟我一样不喜欢入耳式的耳机，但是又对音质一点都不能让步的话，那就买它吧。ClearArc 开放式挂耳耳机，音质真的是惊艳啊！咱不跟入耳的比，但是在开放式耳机里面，你要说它不能打，那就几乎找不到能打的了。把它轻轻的往耳朵上面这样一挂，就能够稳稳的贴住耳部轮廓，然后再怎么动，它都纹丝不动了。其实用它之前呢，我还蛮担心的，因为我的耳朵上已经有了一个常驻客人眼睛角了，他俩上去会不会打架呢？结果担心多余了啊，彼此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妨碍， ARC 依然可以稳稳的挂得住啊。而且说实话，它戴上去的感觉是没有感觉，真的是没有感觉啊。可见 ARC 在人机工程学上面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。哎，当然啊，外观设计也很到位啦。也许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但我就是爱这种比较偏工业科技感的造型啦。尤其是黑金这款的配色真的是很高级啊。主体是塑料和橡胶，关键的连接部位则使用了金属，既是功能上面的考虑呢，也是审美上面的点缀。搭配这样一个布制硬壳拉链充电盒，耳机放上去便自动关机充电，拿起来便自动开机连接蓝牙，精准的磁吸、耐用的防护、颜值性能都到位了，推荐给你哦。